考虑好了吗？不错，算你干了一次正事儿。啊，是这儿了吗？这么快就到了？这就是地图上的位置吗？这是磁性矿山，注意不能携带任何金属品。哎，脑中人，小心！啊，脑中人被分裂了！该死，这是谁制作的陷阱？你在笑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去清除陷阱？小心点，鸡妈！小心啊！挺住！搞定了吗？哇哦，不愧是和 X18 合并的鸡曼啊！这点陷阱不算什么的。走，让这家伙先进去。快点的，在前面带路。这地方到底是谁建的？看样子不像是马桶人做的。如果是马桶人做的，他们应该了解这里的一切。难道是我们自己人做的吗？不好，我踩中陷阱了！好家伙，谢谢你，鸡曼。真是虚惊一场啊，差一点我就凉凉了。快看这边，那儿有一片空旷的场地，你们快看，是泰坦监控人，还有我们的泰坦电视人，他们被大型磁铁困在那里。难道这个开关就是解除磁性的吗？快看，他们被释放了。泰坦兄弟们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。什么？他们令人厌恶的马桶人兄弟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先不要打。泰坦监控人，鸡曼，先不要打，你们听我说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鸡曼想办法制止他们。你很糟糕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停下来，马桶人与我们已经形成联盟了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快停下来，小心，多亏鸡曼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 Stop， 终于停了。看来泰坦兄弟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。我来告诉你吧。好吧，病毒电视人抢我的台词了。是的，没错，现在马桶人阵营与联盟已经形成联盟，共同抵御外面的僵尸人。好吧，他叫你闭嘴。这一脚踢的，我可没告诉他你是内鬼啊。病毒电视人说你以后会明白的，说的好像他很委屈一样。